我们取得了冠军的好成绩，当然会有种成就感，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在我离开之后，人们能说他在的时候对工作尽心尽责，而且也很坦荡正直。给你让座，给你让座。我把别人对我的评价看得比成绩更重要。自从6月13号离开广州，李章洙已经在韩国的家里待岗4个月。他在中国待了12年，重新回到韩国，生活有些不大习惯。中韩生活的差异让他适应了好一阵子。就连首尔，李章洙也一直习惯称为汉城。今天比平时要堵一些，我想可能跟中秋有关。中国人过中秋的时候也会互相送月饼，路上车也会比较多，这里也会在中秋的时候互送一些小礼物。李章洙的家住在首尔的江南区。这座城市因为汉江穿城而过，分为江北和江南。江南区分布着高级的消费场所和高档住宅。那首神曲《江南 Style》里边的江南就是指这里。当然，江南这一带也有很多开外国车的，但大多数的韩国人都开韩国车。日本车也有人开，但比较少。李章洙是位老司机，开的都是韩国本土车。他在中国执教期间多次拒绝俱乐部给他配的日本车。在广州，恒大俱乐部给李章洙配过一辆宝马 X5， 这是他在中国执教的4个俱乐部当中待遇最高的一次，不过也是他离开的最痛心的一次。2012年5月16号，广州恒大在客场2-1战胜泰国5-3联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一，晋级亚冠16强。恒大出现的当天晚上，就在队伍前往曼谷机场准备回国的途中，李章洙被通知下课。这一幕发生在球队登机之前。从这里这个回去落地后呢，就领导不再是这个队的不负责，不再管这个球队了。当时我们还是在一种兴奋的当中，小组以第一名身份出现，而且这也是应该来讲中国足球好多年没有在亚冠当中小组出现了，那么我们这个领导带领球队在小组出现了，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个事。大家伙还所有的教练和队员还沉醉在陶醉之中，第二天梦醒了。我到广州机场之前呢，我还是履行我主教练的职责，到广州机场之后我们再握手，好不好？그렇게하자고지금악수하는거는和队员们说了自己下课的情况之后，转身出来时，我看到李教练流下了眼泪。我也一直忍着，但终于忍不住了。我跟着李教练出来后，自己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抬头望着天空，
那时就是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也无法做到。下课就下课了，难道我还能当着那么多人坐地痛哭不成？就算我想哭也得忍着，就是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虽然有些慌张，也要装作没事一样。这些做起来挺不容易的，到最后反而是这些更让人难以承受。两年前，广州恒大俱乐部可以说三顾茅庐从韩国请回了李章洙。当时李章洙刚刚被北京国安下课，在恒大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李章洙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带领广州队从中甲冲上中超，并且获得冠军，创造了中国版的凯泽斯劳滕奇迹，也让这位在中国足坛打拼了足足11年的铁帅终于品尝到了联赛冠军的滋味。我们取得的成绩都走在了计划之前，同一年就进入了中超，第二年就拿了联赛冠军，比预计的提前了很多，提前了2年，因为第三年就已经拿到了参加亚冠赛的资格。如果说按照计划2年之内进中超，在2年之内拿中超冠军，那我可能还在那里执教呢，因为今年才是第三年嘛，或许我现在还在球场上努力呢。然后呢，有机会到韩国给李导打电话。李章洙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赢球反而被炒了鱿鱼。更让他困惑的是，在中国足球干了近12年，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这样的尴尬甚至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次下岗倒是让他有机会10多年来头一次和家人团聚在一起过一个中秋节。韩国人把中秋叫做秋夕，这一天全家人不但要在一起吃团圆饭，还要返乡祭祖扫墓。冬至，冬至。옛날저도여기많이왔어요뭐가끔어른들인사드린다고하这是李章洙的岳父在京畿道乡下的一处老宅。岳父去世之后，岳母跟随子女住到了首尔，这里就成了全家人的周末农场。节假日里，大家会回到这里郊游农家乐。回到家里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没有，我在工业。工业。我老家这样。老家。对。老家。我反正我家是工业，阿巴特哥。不过不过了啊，我就是。我。嗯，那叫啥事？这个姑娘管李章洙叫姑娘，一直羞涩的。就是女生阿巴特가면서이모랑다했어아그래요아요저상무옆에지금올거야아언제요지금지금올거야아아진짜뭐가부끄러워어뭐가부끄러워그냥아뭐가부끄러워자진짜아버지아버지가진짜좀잘한대왜요괜찮아잘려밑에잘려하나둘오케이얼굴너무까매가지고더탈라어어서되게내아들이거얘저와이프당신전화안돼요여상무와이프밑에동생남동생이거야이아들잖아네네네네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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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章洙有一儿一女，这是他的小儿子李相木，今年26岁，在韩国的一家知名企业工作。李章洙在北京国安执教期间，李相木曾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过中文，能和我们简单的交流。마지막에쳤을때그정도 아버지가엄마셨거든요그래서이제가끔오시면이제방청소깨끗이해놔야되고그러니까좀그런거그러니까관리같은거이렇게옷장청소나정리나옷정리뭐이런거되게엄하게하셔가지고아버지오시기전날다치워놓고주때말고저뭐지李相木从小就和父亲聚少离多。1997年，他初中毕业到美国留学。李章洙也是在那一年收到了来自中国重庆俱乐部的邀请。
从没想过自己会去中国，也不知道重庆在什么地方。当时中韩建交的时间也不长，两国之间的交流正处于开始阶段。其实只听说过上海和北京，只知道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对于其他的城市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1998年，韩国足球队成功闯入法国世界杯，这使得那一年的中国甲 A 联赛上出现了五位韩国教头。无论是名气还是资历，李章洙都算不上是出类拔萃。当时我根本不了解，对中国的足球环境一无所知。当决定去中国了，我身边的朋友就开始劝我不要去，说中国的足球环境非常恶劣，如果你去了之后失败了或出了什么问题，再想回到韩国执教就不那么容易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选择去重庆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博。李章洙没有听从朋友的劝阻，一个人来到重庆。当时中国足球刚刚开始职业化，中国的球员们可能还没有搞明白职业化三字的含义。糟糕的训练状态和混乱的私生活让初到中国的李章洙瞠目结舌。随着职业化，球员们的收入也一下由少到多，突然间增加的收入让球员们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开始渐渐出现酗酒、生活复杂化的现象。当时这样的问题很普遍。他如果一喝的话，肯定是喝醉了，喝得稀里糊涂，然后第二天回去，就说是三更半夜，比如说早晨，三四点钟、四五点钟回去，完了之后，第二天你说还训练，你怎么训练？很多球员身上是带了酒气进训练场的，你觉得这也能练好吗？他们的身体状况根本没法正常训练。其实去重庆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后悔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李章洙晚上巡视的时候，总能看到球员们在乌烟瘴气的房间里打麻将，身边布满了空酒瓶和烟头，最多的一次地上有68个开过的啤酒罐。这么多年在重庆5年，他就住在那个三楼上，而且每个队员上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他的房间，他能对于管理有帮助，他就全能看得到。他一般都是两点以后3点才睡觉，因为有的时候他肯定有那个个别球员不听话的偷偷的跑出去嘛，因为他在那他就一定要经过他的房间，所以说他就出不去嘛。而且队员有时候以前你说有时候上去哪玩，李章洙都知道，有眼线。对，眼线也是球员。不是球员，你假如说有球员经常去或者去酒吧啦或去哪，他可能和这个酒吧的这个老板啦或者是谁就接触上，我们队员谁来了或是怎么回事，就会打电话告诉他。啊，他在重庆经常这样，队员在哪出去打麻将了，他都知道在哪个房间打麻将。有一次很严重的一件事，有一个队员是他是真的出去了，然后被他眼线发现了，打电话，结果开除球队。李章洙接手的是一支当时被操作超豪华阵容的球队，球队中有高峰、彭伟国、江峰一大批大牌球员，李章洙对他们一视同仁，开始了以铁腕管理球队，对球队中不守纪律的队员进行严厉处罚。于是李章洙与队员们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与违规球员的较量中，李章洙展现出强硬的个性，铁帅的称号由此而来。就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个李章洙跟高峰的整个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当年在那个重庆，等于是大家都结下的梁子，而结下的整个这个梁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要严格管理，不让你喝，一个非得要出去。高峰其实动用了很多关系，甚至是高层的关系，直接给老李打电话，
就是让他就是放高峰一马，但是老李全部都顶回去了嘛。而且就是因为你老喝酒老抽烟，然后李章中呢就不让你打比赛。李章中也曾做过球员，而且是球队中最不听话的球员。从1975年到1979年，他在韩国的历史名校延世大学足球队中担任后卫，大二的时候入选韩国国家队，而且参加过奥运会选拔赛。좋죠그시절이가장좋잖아요그렇죠좋을때죠그때야뭐뭐세상뭐걱정이없잖아요그렇죠现在在这踢了几年啊？四年。张珠当时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很受欢迎。现在年纪大了，年轻的时候衣服穿的也很帅气。他走过音乐系的时候，就像炸了锅一样。那个时候他很喜欢去跳舞，以前我经常和他一起去喝酒跳舞，当时好多女孩子都想和他跳场舞的。当年的帅哥为了泡酒吧，他经常违反球队的规定，夜不归宿。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饮酒过度伤了身体，李章洙才不得不提早退役。这件事一直让他悔恨不已。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亲身经历，李章洙才会比谁都厌恶运动员过度放纵的生活方式。这也似乎让人理解他以铁腕管理重庆队员们的那份苦心。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想，根本就没有。我们这是韩国西部的队，我们今天更难挨的，不是？2-0领下来以后也不能站着啊，一定要跑。再进一个就很好打了，我们。2-0踢进不就是起码3-0了，第一场打。一比三的赢啊，2-0可能也许能翻过来啊，翻过来我们也许再输可以输啊，3-0的话绝对输不了，所以一定要多跑动下来。李章洙来重庆的第五个月，他遭遇了中国执教之路上的第一个重大考验，那就是被称作重庆保卫战的保级大战。由李章洙带领的前卫环岛队主场迎战深圳平安队。深圳平安的主帅正是李章洙的同胞车范根，他曾经带领韩国队打进1998年世界杯决赛圈。1998年10月25日，甲 A 第26轮比赛，这两支由韩国人执教的队伍狭路相逢，输者降级。如果失利，李章洙将成为重庆队的第四任短命教头。如果以这样的结局回到韩国，他的职业生涯恐怕也会就此断送。前卫环岛队最终以2-0获得了重庆保卫战的胜利。李章洙树立起了自己在球队中的威信，他也成为重庆球迷心目中的英雄。李章洙的铁腕管理和体能训练开始奏效，重庆队以全攻全守的风格在国内足坛独树一帜。李章洙的硬朗和血性正对山城球迷的火辣胃口。在重庆的几年里，李章洙受到了重庆媒体和球迷的狂热追捧，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我愿意是我们球嘛。啊，谢谢。我们本啊，黄轩，你怎么爸爸在学你？重庆话可以，重庆话可以吧？没得，没得。重庆话可以，广东话听不懂。体育中央舞台体育吧，体育差不多80%以上听懂吧，但是一般新闻50%以上吧。50%左右可以听懂吧，大概知道，大概。汉语水平是李章洙颇为自豪的一件事，
更让他得意的是他自己的汉字签名。你知道这是真好，真的是还可以吧？写得很好。当我们的翻译江小姐向李章洙要签名时，她很高兴地写下自己的中文名。你这样，这公共人士表现多。对。你是见过怎么样？开玩笑，虽然我学习不好，但我写字写得还挺好。公共人士蛮雅人的。除此之外，李章洙不大会写其他汉字。李章洙已经过世的父亲能写一首汉字书法，他给李章洙的一儿一女都起过中文名字。李章洙从小被父亲教导要好好学习中文，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派上用场。李章洙在重庆执教的第二个赛季，他亲身经历了那场震惊中国足坛的鱼沈之战。1999年甲 A 联赛最后一轮，重庆龙鑫对阵沈阳海狮，开球时间和结束时间都被有意拖延。沈阳队在最后半分钟逆转局，以2-1战胜重庆队，沈阳队保级成功，重庆队跌出三甲，获得第四名。这场比赛让李章洙开始真正认识了中国足球。比起对选手的直接操作，好像俱乐部与俱乐部之间的交易更多些，我也感觉到了。那时我还不是很了解，因为那时是我执教的第三年。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渐渐做起这样的事情来。因为他也刚来，那个时候刚来嘛，98年的时候，说刚来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说在韩国都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能有的，怎么在中国就有？说这个中国整个这个足球啊，搞不好是搞不好了。在重庆的时候，是赌博公司地下庄家找他，给他3000万让他再放，也是躲，赶紧躲，把电话、手机什么全关了。在球队的经济条件十分艰难的2000赛季，李章洙带领重庆队战胜北京国安，拿到了那一年的足协杯冠军。这是重庆，也是整个西南地区历史上的第一座足球冠军奖杯。这座奖杯让孤身一人在中国复杂的足球环境中苦苦打拼的李章洙百感交集。那是我第一次去国外生活，其实去国外生活本身就很不容易，文化不同，语言不通。当时我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取得那样的成绩，和在韩国取得冠军时是完全不同的。当时队里的很多队员都没有想过会拿冠军，而且也没有一个人是曾经得过冠军的。这并不是李章洙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冠军。来重庆之前，他曾经在韩国伊和天马队中担任6年助理教练和2年主教练，伊和天马队多次摘得韩国联赛的桂冠。当时李章洙执教时的球员申台龙，现在成为伊和天马队的主教练，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现在我这个年纪就应该退下来了，然后现在有些新生力量来接替我们了。现在明天是标什么的？然后我在他手下学到了很多。没听懂吗？学到的都是不好的。这位主教练说，当时球队中很多人都怕李章洙，因为他在惩罚球员的时候毫不留情。不过他没有想到李章洙能在中国一待就是十几年，而且还拥有那么多热情和执着的球员。章洙，章洙，章洙，在那个足球让人心潮澎湃的时候，李章洙甚至被重庆球迷称为足球教父。虽然在重庆执教的4年称得上是李章洙执教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2001年底
他不得不决定离开这座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城市，离开那些可爱而耿直的重庆球迷。吃饭了，群岛见啊，群岛见，哎，说老实话，我们还没有你们辛苦吗？不是，我们辛苦。你们辛苦的多了，你的压力好大呀，压力不大。这几年，这十年，你为重庆就是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我们每一个重庆人都非常感谢你的。原来的重庆队，我在那里执教了三年。三年之后，重庆队卖给了力帆。当时我和重庆队的合同已满，正准备去别的队。力帆收购球队时要我一同去，当时我提了几个条件，力帆全都答应了。但我去了之后才发现，一个也没有兑现，所以当时和俱乐部产生了不少摩擦。一年之后，我就离开了重庆力帆。2001年12月，在凛冽的寒风中，20000多山城球迷来到大屯湾体育场。让兄弟俩带咱们的最后场比赛啊，大家努力啊，把这场比赛打好，走。这场告别战以重庆队的胜利完美谢幕。比赛结束后，浓烈的离别之情在大屯湾体育场上爆发。李章洙在重庆执教4年，这是当时外籍教练在华执教的年限之最。是我真的回重庆。4年，32场胜利，一个足协杯冠军，使他成为甲 A 最成功的韩国教练。他率领的球队带给这座城市的足球激情，至今仍然被重庆球迷铭记。好了，训练中，铁帅告别了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作为一个韩国人，李章洙在韩国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中国人。在李章洙回母校延世大学看望老同学的时候，校园里只有这个男生认出了他，这已经让李章洙很感动。坐在大学时代的足球场边，与故人聊起往事，只有李章洙自己才能懂得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岁月沧桑。李章洙在中国的生活孤独而单调，大多数时间里他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比赛录像，只要有人，他房间里的电视就总是开着的。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抽个烟打高尔夫，其他没有什么，很少出门。他是出门就是打高尔夫，不喝酒，所以他不喝酒，我们其他的助理教练也不能喝酒。他以前在青岛的时候，老婆2年我想去来过一次，他也很少回去。他经常讲，对，欠家庭的欠的太多了，太多。离开重庆后，李章洙来到青岛，在他执教的第一个赛季就为青岛队拿下了2002年的足协杯冠军，这也是青岛历史上的第一个足球全国冠军。
不过好景不长，2003年，中国足坛发生了很多事情，深深挫伤了李章洙在中国的执教热情。我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让这种有嫌疑的球员上场比赛，甚至还把他们从队里踢出去。当时采取了很多办法，但为时已晚，我无能为力。对于这些问题，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了。无论是队员在场上的表现，还是比赛结果，李章洙都感到无能为力。相比整个足球环境，他的努力显得微乎其微。所有的责任啊都在于我，另外呢，我在这里呢正式宣布我也辞职。哎，李局长，能说一下他辞职的原因吗？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对结果的一种责任。对这件事很伤心，很伤心。他离开青岛，说白了，当时有些东西他感觉他控制不了，所以他最后选择了回到韩国。当时，你看青岛的市长，怡中集团的董事长、董经理，多次相劝，就是让他留在青岛继续执教，最后他还是决定要回到韩国。2003年12月，李章洙心灰意冷地收拾了他在青岛的全部家当，离开了执教6年的中国甲 A 联赛，离开了他又爱又恨的中国足坛。凭借着他在中国执教期间取得的成功，李章洙回到韩国后很容易找到新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两个球队的主教练，在首尔 FC 队执教期间还帮助俱乐部完善了足球教室的培训计划。现在这个地方听说已经有1000多个学生了，韩国有很多这样的学校，当然也就有很多踢球的孩子了。踢球的青少年多了，才能在这些青少年当中培养出好的球员。축구를좋아하는데재밌어요他说足球很有意思。啊，要讲什么？真재밌어요他说非常有意思。韩国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是男人就要踢足球的观念。只要孩子喜欢，家长不会阻碍他们在球场上奔跑。这里招收6到12岁的孩子来免费学足球，韩国的每个俱乐部基本上都开设这样的足球教室。李章洙也想过在中国办这样的足球教室。对对，慢慢的，李章洙回到首尔的第3年，他因为公开指责裁判不公正，被韩国足协处罚500万韩元。正巧此时他收到了来自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邀请，于是李章洙带着还没有缴纳的罚金欠债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因为当时国安那种已经定了，就是要找外籍教练，要熟悉中国足球的，要带领中国足球取得好成绩的，还要这个管理严格。孩子觉得李章洙比较了解中国足球，而且还有我们说那个时候，李章洙的年薪啊，包括整个工资都并不太高。曾经也说过，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呢，也许可能某一天可能还会回来，但是没想到呢，回来的这么早。时隔3年，这位铁帅本性不改，而且更加的铁腕。面对国安队中的许多生面孔，李章洙的开场白就是大家准备好一起吃苦。李章洙第一堂训练课就直接把队员给跑吐了，队员就说这个坏，直接请了个
那个魔鬼教练。但是连这点标准他都通不过的话呢，比赛就也无法适应这个比赛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关键就是把行李带回来，承认了，把鞋脱了回家带了就完了。上任没几天，李章洙就颁布了禁酒令，严格整顿球员的生活作风。每天吃完晚饭之后，李章洙就坐在球员住宿的酒店大堂，监视队员们的一举一动。能细到什么程度？早上起来吃饭，他肯定第一个下去。所有的球员进餐厅的时候，他都眼睛都要看一下，谁来吃饭，谁没来吃饭，谁的脸色怎么样，谁的气色怎么样。其实他干足球干这么多年，他一看就明白，哦，昨天晚上熬夜了，昨天晚上可能又出去喝酒了。李章洙来北京国安的意义只有一个，夺中超冠军。第一年，国安在中超联赛积分榜上首次名列榜首，却惜败长春亚泰，以一分之差屈居亚军。这是李章洙在北京距离冠军梦最近的一次。不过，这个亚军追平了北京队在联赛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北京球迷在这位新帅身上看到了希望。李章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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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章洙。2009年，李章洙与国安俱乐部续约。这一年是建国60周年，国安投资1.5亿试夺中超冠军。这也是李章洙在中国的第9个年头。虽然他曾经在青岛和重庆风光无限，但是他没有染指过中国的职业联赛冠军。这个冠军需要天时地利，更需要人和。在球队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平局，甚至3连败之后，球队让出了积分榜榜首的地位。李章洙开始受到来自媒体、球迷和俱乐部的集体质疑。说实话嘛，我就没看好他，非常不满意吧，对他们的比赛态度，是吧？那不光是这个对运动员的态度，包括对教练员的态度，我们也不满意。我也很想赢，但我输了还能怎么办，不是吗？我也非常想赢，如果说能让我赢，那除了偷盗让我去做什么都行，我都愿意。赢球的欲望越深，输球的刺痛就越狠。每次输掉比赛，李章洙都会把自己锁进房间，不吃不喝。像我这样在中国生活的人，名字前面必然会带有韩国二字，韩国人嘛，所以我也肩负着祖国的荣誉。我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荣誉，还要考虑祖国的荣誉，不是吗？祖国的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祖国大韩民国的，所以一定要重视和珍惜。战绩每况愈下，李章洙和球员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确实到了09年那个年份比较特殊，甚至那一年都大家北京国安已经下了死命了，一定要拿冠军，都希望成为那个冠军队的主力成员。当时有一些老队员，一方面是除了李章洙训练量大不能四分外生，另外他们年龄也随着09年跟07年的是不一样的。07年可能我你对我狠一些，我有一些反感心理，我也许会能坚持下来。但是作为足球员来说，2年半之后，我确实达不到你的要求了。但是我还想上场打比赛，我也还想打主力。你如果不让我打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出现分歧了。在中国的足球圈里泡了多年，李章洙被人叫做中国通。他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的圆滑和变通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任何一位本土教练，但是他坚持韩国人的为人处事，尤其是在事关原则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些球员眼中顽固不化的倔老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认为我喝酒的队员不能上场比赛，训练差的队员不能上场比赛，他认为这是我的底线。但是说你球员有的球员一定要上场打比赛，要么你走，要么我走。
随着北京国安向中超冠军一步步逼近，有关李章洙去留的猜测已是满城风雨。很多人希望他留下，也有一些人希望他离开。为了那座近在咫尺的中超冠军奖杯，李章洙也不甘心默默离去。在他的房间里，早已经打包好了两件随身行李。不知道李章洙是否为自己预想到了这样的结局：来时众星捧月，走时众叛亲离。不是谁说的不赢就输了就下课，这话是谁说的？你是你采访过我，有过这句话吗？就说如果这场球输了，李章洙就下课，对不对？如果说这场球真的说，哎，夸有一球，比如说从后门那儿梆一发，正好下着雨呢，哗哗，这杨志脚底一打滑，蹦极进去了，这李章洙下课吗？咱们得分析。2009年9月15号。国安0-2负于长春亚泰。比赛结束后，李章洙主动提出为这场比赛的失利承担责任。几个小时之后，他接到了下课通知。此时距离中超联赛结束还剩下7轮。当俱乐部需要成绩，球员们之间又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俱乐部只能妥协，偏向于球员这边，因为球是靠球员来踢的。那天是9月15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喝到凌晨4点。我原来不喝酒，但那天喝了很多。等我回家的时候，已经人事不省，难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了。最近这一段的比赛呢，成绩确实不令人满意啊，不令人满意呢。那么应该说存在着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曾经试图是吧，也这个通过是吧派顾问呐、啊、是吧，跟这个教练组来这个提出建议啊，来协商啊，来解决。但是呢，最终看到呢，这个很多问题呢没有能够解决。如果队伍再继续这样下去呢，恐怕这个成绩还是不会有什么转机。据说李章洙在下课的当天晚上，和一些为他打抱不平的球迷在卫生间里抱头痛哭。不久之后，他再次告别中国，走得心有不甘。我知道李老师喜欢看三国，您是到中国？不是喜欢，我不是喜欢，我去以前我小的时候看过这个，这有名是不是这个三国演？但是我中国去以后，哎呀，这个我看一看。起初我没把这本书和中国的生活联系起来，过了5-6年之后，最近呢，我觉得就是如此。我觉得中国的生活和书里写的是一样的，只是历史时代不同而已，其他的都非常相似。所以还是要用脑啊。我被下课就是因为我脑子不够用，要不然怎么会被下课2次呢？我被提前解约或者是下课，也就是因为我这个还不太聪明。李章洙下课的第45天，北京队成功加冕中超冠军，俱乐部授予李章洙先进个人，但是他并没有出席庆功仪式。国安俱乐部也承认李章洙作为教练是他的功劳是最大的，如果说稍稍妥协一下，能够像一些老队员把自己的底线往后让一让，可能那年他会带着球队，他会站在领奖台上。在首尔，李章洙请我们吃了一顿北京烤鸭，鸭子的味道不错，但是已经按照韩国人的口味改良过了。也许只有这样，北京烤鸭才能够被韩国人接受。那么反过来，韩国的美食到了中国，是不是也要经过一番改良，才能适应中国人的舌尖呢？李章洙吃的韩式炸酱面也不像老北京炸酱面那样有那么多的佐料。李章洙似乎有自己的底线，在底线面前从来不向任何人妥协。比如韩国的电视台曾经想要拍摄他的妻子和女儿，前后3次被李章洙拒之门外。
这一次我们的记者恳请再三，也依然没有采访到这两个神秘女人。在中秋节给岳父扫墓这样的家族活动中，这两个人依然没有露面，只有李章洙的儿子和父亲。这个女人来了，일을안하고쉬고있기때문에이시간에올수가있지아니면못오죠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所以还能抽空到这儿来一趟。是，对，是。啊，没人啊？来，还不逃？刚才说了，没事。嗯。是，就是。啊，你看都是呀，他都是不是呀？不是。他有门的。今天晚上是都是的。按照韩国人的习俗，扫墓之后要将供奉的食物全部吃掉，子女们并不忌讳这些东西。他得喝两杯烧酒。一杯喝一杯。我必须喝一杯。刚刚在墓前祭奠用的烧酒，每人也要喝一杯。韩国人称之为引福，意思是为子孙后代带来福气和运气。不知道铁帅的下一个赛季能否否极泰来。知道知道。他可以离